是时间4:50，准备登机喽。Thank you.
场里面超多好吃的冰店，然后冻饭便当超多，然后还有啤酒，场内也会有啤酒妹在跑来跑去，就是现在这个啤酒妹在卖啤酒。我要吃冻饭牛冻，就是一个铃木一郎，很多巨人的周边超多。球员的手背跟打击都超强，全垒打是轰的那种不客气的那一种。我觉得铃木一朗今天上场有看到他，然后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敬业，然后他的精神也很值得大家学习。他已经四十几岁了，然后他还是坚持在棒球这条路上继续努力，我觉得被他圈粉了。可惜我没有抢到他的球衣，因为我太晚到现场了，所以只抢到这些周边。17年的时候也曾经到东京巨蛋，就是帮中华队加油。然后我那时候进去东京巨蛋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当时在加油的画面，跟那时候输球了，然后大家喷泪的画面，非常热血，也很谢谢台湾球迷跟我们一起到东京，然后应援，然后跟最后。虽然输球了，但是你们的精神还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就是没有离开那个地方，还一直为我们加油，所以大家那时候留下了感动的眼泪，感动。在现场我也有想起那份回忆，觉得很开心。请大家就是在台湾啊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你也可以多多去接触棒球，然后去进场看球啊，不管是哪一队也好。然后离你家近一点的，哎，你今天没事，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气氛，我觉得你一定会爱上它的。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这支影片。我原本没有要拍片的，我只是要来看铃木一郎。可是我想说，我都这么热血的冲来东京了，好像要带一点什么东西回去给大家，所以我就拍了一支人生第一支 vlog 吧，就是也没有拍得太好，就是我一直用第一视角在拍，就是自己看到什么然后就乱拍这样。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包涵，然后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然后我们推出铃木一郎这次的开幕战周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舒服！我要乱帮这些动画看板们配。尔康，是你吗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？啊，不要！
不要，不要动我！你想干嘛？小碎步，堵在这里是不是？大家一脸疑惑，这太夸张了，真的，好傻眼哎！刚刚抽到大吉，我刚刚问他我今年运势如何，他给我个大吉，觉得很棒。冲下去的瞬间，生无可恋，哎，超好玩，超级好玩。